这一支影片向您展示在 Garmin 手表上查看天气资料，让您在手表上及时掌握云层、温度和风速天气情况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手表的天气资料是与 Garmin Connect 同步获取的，请确保手表与 Garmin Connect App 保持连线状态，才能取得最新的天气资料。我们向上滑动表面，进入天气小工具页面，您会看到所有的基本的天气资讯，包括温度。 每小时预报、每日预报、12小时趋势和空气品质。在地图页面，您可以播放您所在位置近3小时内的气象变化。按一下开始键，选择变更图层，您会看到三个选项：云层覆盖、温度、风速，选择您想要查看的资讯。完成设定后，选择播放，即可查看过去3小时的天气变化。就是这么简单。 您现在已经学会如何在Garmin手表上追踪天气，如果手表无法显示天气资料，建议您参考手表天气资料问题排除2.0步骤影片。更多详情，请参考 support.garmin.com。